都说岁月催人老，谁也不例外。就算娱乐圈里真的存在一群不老女神，但是在镜头的刁难下还是会显露出来。6月14日，已过花甲之年的赵雅芝也是优雅现身上海国际电影节，为某影业发布活动站台。时光荏苒，鱼尾纹已经慢慢爬上了眼角，但其一贯散发出的优雅气质仍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此次来到上海，不仅有老公相陪，儿子也是紧随其后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避嫌，一家三口始终没有走在一起。除了赵雅芝一家三口出席之外，还有胡彦斌、邵美琪等众多明星前来捧场。发布会上，胡彦斌也正式宣布将进军电影行业，跨界做导演。哇，看来小胡同学才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嘛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的项目启动心情大好的缘故，胡彦斌在接受采访时不仅丝毫不避嫌，更大赞爽妹子是个好演员呢。我是这么觉得，我觉得郑爽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，然后她也很优秀啊、我觉得应该会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个这样的演员。如此大方坦诚的夸绯闻女友，胡彦斌你是真的不怕传恋情吗？还是已经做好了公开的准备了呢？我觉得在我心里，我觉得他是一个不管是从外表也好，还是从演戏也好，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。都说岁月催人老，谁也不例外。就算娱乐圈里真的存在一群不老女神，但是在镜头的刁难下还是会显露出来。6月14日，已过花甲之年的赵雅芝也是优雅现身上海国际电影节，为某影业发布活动站台。时光荏苒，鱼尾纹已经慢慢爬上了眼角，但其一贯散发出的优雅气质仍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此次来到上海，不仅有老公相陪，儿子也是紧随其后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避嫌，一家三口始终没有走在一起。除了赵雅芝一家三口出席之外，还有胡彦斌、邵美琪等众多明星前来捧场。发布会上，胡彦斌也正式宣布将进军电影行业，跨界做导演。哇，看来小胡同学才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嘛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新的项目启动心情大好的缘故，胡彦斌在接受采访时不仅丝毫不避嫌，更大赞爽妹子是个好演员呢。我是这么觉得，我觉得郑爽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，然后她也很优秀啊、我觉得应该会是很多人喜欢的一个这样的演员。如此大方坦诚的夸绯闻女友，胡彦斌你是真的不怕传恋情吗？还是已经做好了公开的准备了呢？我觉得在我心里，我觉得他是一个不管是从外表也好，还是从演戏也好，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演员。